孩子快速地掌握拼读的技巧呢？记住，一定不要让孩子去拼读过长的句子。对于零基础去学习拼音的孩子，我们一定要从字开始去读起，从最基础的两拼音节去学习。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两拼音节，如果孩子声调掌握的不是很好，那我们要先把声调读出来，然后再把声母和它结合在一起，一声啊，不啊，八，八哥的八，二声啊，不啊，拔，拔牙的拔，三声啊，不啊，拔，拖把的拔，四声啊，不啊，爸，爸爸的爸。这样呢，既可以让孩子把拼音的音节知识掌握牢固，又可以在拼读中让孩子去认识生字，是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？如果觉得刘老师说的有道理，请给刘老师留下一个赞，留个关注，关注我，我会继续给孩子们更新。